点了一个炖饭配奶茶，所以我们大概还有一个小时要登机。Hello， 哎，我才丑嘞！你要看这个哦。我们现在等行李，哎，我没有擦口红哎。好了好了，你赶快去，我赶快去，我先去补妆，是不是？等行李，然后要去饭店。酒店要十分钟。准备上船了，包船包船。OK。哇，好多鱼哦！鱼耶，好小。好透哦，真的哦，好漂亮哦，谢谢啊。不过我们去那个酒店有电梯了，哇，好棒哦！这边就有潜水浮潜的地方，你要浮潜的话，应该就已经要提早付钱了。但不晓得它里面，如果我们后悔的话，可不可以再加钱？然后我们刚刚又问了，如果说你后悔想要再去别的岛，也可以在这边再付钱。可以坐在这。风格的衣服，会有一些吃的。
们现在来吃午餐，很有名的样子。OK， 谢谢。我的是那个，我点了这个面。哦，是哦，你有换面，黄面。我以为你应该像鸡蛋面。要不要请你们吃啊？来，开动了。我要讲这个富汤不了。好吃。这是爸爸的吗？这叫五大虾。只有吃一口啊。它这个小的就已经就蛮多的。是啊，一大块。这个大的会咬，好吃。大家录起来给他。啊。我现在回到饭店了，是住另外一个饭店。本打算在饭店先休息一下，然后再去吃晚餐。镜子好像可以转，还可以转。我现在休息完到了一个清真寺，可是它五点就关门了。我们现在是六点，快六点了。我们现在到了Gaya Street， 然后在想看晚餐要吃什么，遇到了一家店卖很多水果干。对，它是榴莲、芒果，超多人。我想吃那个鸡饭，感觉就很好吃。看过好多很多影片在介绍那个。只有三个吃，知道榴莲街八个人，只有三个人要吃榴莲，超冰，好臭哦！我不想进去，这全是榴莲 ，Oh my god！ 哇！天哪，真的是快臭死了，我真的不想进来。这些人全部都在吃榴莲，三个人吃两个，两个榴莲，我已经有点受不了，觉得榴莲好臭，可以走了，好臭，现在先来卖四百块钱一个，真的，你看我的脸油爆了，看来油快油了，整个都是油，好热哦，终于到啦，可以吃饭了，诶。椰子布丁，这是藏着你的，没有，不会的。啊，这个是。对啊。应该有说椰子吗？肉骨茶哦，那个都还在滚呢。加一个。布丁。像台湾布统一布丁。哦。好好喝哦。奶奶。嗯。你们叫一个来。我们回到饭店了，今天这一整天真的是超级累，而且我发现我这边有一点点晒伤了，好，就是哇，整个太阳没有很大，完全看不到什么太阳，可是就是紫外线很强，就开始有一点点痛。那今天的 vlog 就结束了，拜。今天要去吃早餐，肚子超饿。今天一定要喝到咖啡啊！棒哦！晚安。这风景好棒哦！我现在要去一个市集，走公益市集，要从我们这个饭店走路大概五分多钟。然后外面今天太阳超大，冷气好凉，有点红红，可是没有很痛。现在好像也没了，没了吼，有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想要穿有袖子的，可是好像太热了，地下需要通风。到了，看起来很像菜市场。嗯，
真的臭臭的，有鱼干鱼的那个鲜鱼的味道。所以是这边，再往前走就到了这个市集。哇，嗯，嗨，嗨，设计一个那个，它有很多款式的，其实你要很多款式，等一下你要记下来。这样弄起来，弄玉的那个蛮好看的，嗯，蛮别致，又可以当裙子，对对，嗯，很苗条啊。现在在一个某零件买零件，椰子布丁的燕窝店，上面这个是燕窝，燕窝芒果冰沙，看起来好像还不错。上面其实燕窝真的蛮多的，还有没有冰沙？我觉得冰好一个蜂蜜。要吃一口冰的。在海鲜餐厅，现在超热。很不巧的是，月经姨妈来了。来一下，吃饭。那个是啥子？啊。现在到了饭店，我每天都换一间饭店，因为价钱。多一个换房间。嗨，这个一定是有按钮的吧？我找不到。我发现每一个饭店我们来都有一个这个小箭头，伊斯兰教他们膜拜的方向。现在大概是8:30，刚刚在休息看电视，现在出来走走。发现了，就是我们中午吃的那个餐厅啊，现在人爆满了，全都是人，然后突然冒出一个榴莲味，对，觉得还蛮好吃。它有一个那个炸豆腐，很好吃的。我今天有点虾跟螃蟹，它的酱汁都很不错。真的好大，对，它真的很长一条。绑了一个很随便的头珠，还蛮好看的。现在好多冰箱贴了，来逛一下。现在大概9:30吃晚餐，超大只的。还有生片。对，因为这个已经有。把它做成粥。戳下去，刚这里面那个超好吃。我们吃完晚餐了，现在已经10:45，超晚，明天还要很早就要去搭飞机去吉隆坡。我们现在赶快回去整理行李、洗澡、睡觉，然后坐2.5小时的飞机。那今天的 vlog 就这边结束啦，拜拜。